医生。徐展荣，你也变态多了吧？这样看起来超专业的。因为我是一个保险员，当然要打扮好一点。那你今天怎么会有空啊？你平常很难约的。我从今天开始放假一个礼拜，明天就要出国了。哇，你也太爽了吧！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爽。体能训练，身为一个专业的业务员，我一定要把我的体能训练起来。休息，你觉得你可以了？你不需要训练，你很完美吗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午休给我睡觉！你休息一小时，就输外面的一小时，全部给我去蛙跳十圈。我这边训练你们，在家要自己训练，懂不懂？啊，休息！我怎么说的？蹲得越低，跳得越高，你给我休息。哦，这样听起来你们业务真的是要跑蛮多地方啊，算是蛮辛苦的啦。不过应该就这样而已吧。错，说话等于说故事，不会说故事，你不如不要讲话。你说个故事。从前从前有一个小红帽，他没有胸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奶奶被大狼吃掉。烂烂透了，没有感情，没有意义，毫无启发性。再讲一次。因为他奶奶被大野狼吃掉了。各位，这就是我说的感情。口才训练，身为一个专业的业务员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口才训练起来。会说话确实是蛮重要的啦，不过我想做保险应该会讲话就好了吧。你错了，你又错了。可以，我一直都很喜欢常常会自己快到时候说我来再打手啊。好了，大家听我说，董仔你这边呢，除了拜访客户之外呢，最重要是后续的追踪，所以你必须深入的去了解。木星，如果希望工作达到效率的话，你将你的日程安排必须要安排的更加的紧凑。尼克，你的业绩呢已经快要达标了，所以你要继续的努力，持续下去。各位，这是年底的周年庆竞赛，我们一定能够成功达标，大家一起出国旅游，加油！加油！冲！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我已经超越了一切。哈，这么累你还要做？要。为什么要那么傻？因为这是我成功的必经道路。买单。徐展荣，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风来就飞吧。一句承诺，一生的朋友。